好黑呀、啊，在里面。不黑。啊。不黑。不黑吗？那边怎么黑？嗯，五十了，五十零几了？209吧。五十二零九了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兄弟。哎呀，等一下打招呼的方式会有那么一点尴尬。今天要见的兄弟不一样，不一般。五十二零九啊，哥。五十二零九，二零九。妈老板了，我岳兄呢？哎，兄弟，你不会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开播吧？我在直播，没事啊，你没事，我们聊我们的没关系啊。这是嫂子，不是，不是，他是这么黑干什么呢？你们在这打情调啊？没有灯啊。我们房间就这样。老板，你打情调，故意的选这么个房间啊？没有，我们坐。跟老马坐一起就行，跟老马想坐一起先跟老马坐这不容易吗？坐床上有点冷，你关一下窗行不？好好，我来关。你身体这么虚呢？啊，说多都是泪。比起你，你怎么这么瘦哦？哎我去，你这个回来坐。老马，你朋友你赶快加快呀！哎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听了，你们没事说的话。岳兄。你好，那个你有周月不群啊？肯定月不群。你有周月不群，尴尬。我也是醉了，咱骗你有周月不群。哎，你摄像机不让老马给你拍一个？我拍，我等一下再给你拍嘛。我们就聊聊天就可以了。我们反正吹牛掰嘛。打碎一下你的床，你跑这么远干什么？坐下你床，你跑这么远。好，来。你又不同我呢，喝酒。我不喝酒的吧，那我不喝的吧。那你们两个聊聊天嘛，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嘛，也可以嘛。哦。你抽烟的吧？啊，不抽。你抽烟不抽烟？他不抽烟不喝酒。你跟大家聊聊。两个月不行，那肯定的，老马当先。瘦了，你太瘦了。我是，哎呀，怎么讲呢？多种因素造成的，然后因为压力大，夜晚又不睡觉，熬夜。压力一样的，我也压力大。但是你肯定比我压力还小一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没有团队，我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的。就是妈的，我一个人我还轻轻松松的。为什么说有团队不更那个呢？那你要照顾那么多人呢？我的话，我就是说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每天是做两个视频，每天直播，一个人也是压力太大了，压力特别大。哎，哪个都压力。我们基本上就没得休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大部分的时间一天就是这一两个小时。没有，他们很多认为这个自媒体啊，什么好吃懒做啊，好做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有这样想法的人，他过得不好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没有，他没有做这个自媒体。哎呀，租那个50万来了。没有，你那个50万。啊，不连啊。你连着他。国际什么？国际嘲讽。啊，对对对，国际嘲讽我也是这样。哎，注意身，大家都注意身体。其实说那种话的人呐。你不必太在意，我都不去理会。如果一旦有素质的人、有钱的、过得好的，他不会说那样子的话。都是那些就自己过不好、看你不顺眼，然后就跟他唧唧歪歪的说那些。有时候想想是吧，马老板对不对？我说的是平时你们的话是你们不发飙，但是我一说几句那个我两口马尿下去了，我就发飙了。那你发飙有什么用？你自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，那不跟自己过不去吗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越发飙他们越有劲，你不发飙他就没劲。没有没有，有时候我就是看50万的时候，我经常我那有一段时间，我天天看50万啊，这个潇洒追着他，那个追着他，跟到房间里面去，哎呀，跟到厕所，跟到餐厅去，都跟烦去。我觉得负能量的东西不要太多出现在横店，把你自己都影响到了。本来横店是一个追梦的地方，给你们搞什么跟那种不大好的地方，不大理想。其实有时候我说我想去横店去看一下，到底去啊，欢迎来啊，随时来。什么样的风气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带你装逼，带你飞。我不是装逼，我是去学东西。我去横店，我是去学东西。但横店是一个人人都比较好奇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横店的话不是，也不是说好奇，他现在关键是好奇过了他那个，就是他也了解了，哦，全部了解了，了解了，了解了，该了解了。
有些东西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谁不知道大米那水稻种下去长出来是大米，但是它是怎么长成大米，中间付出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题材就仅限于说我还要先打个田，打田有一集是吧，把那个田翻下来放水，放完水再撒那个稻谷，然后从稻谷长成禾苗，再撒秧施肥，再打农药，这一针一系列，然后到收到晒，再打成米出来煮成饭吃，这个过程就复杂了。当然你只告诉他水稻出来变成米，我也知道你让他去种一下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这其中的原理。但有些东西我们讲你可以不会，但你得懂，他需要的他就是要这个懂，他不要会，他没有必要要去学会种田，但是他要懂啊。别人一问他，哦，原来是这么造成的，槟榔不吃。我也是这样，你不要告诉他去槟榔，你不如跟他说，哎，买一两杯酒，你要不得了。对，其实有人欣赏这个过程，但最终有人他只看结果。你不要在意只看结果那一部分，你别忘记了还有一部分人，他要看这个经过。所以就是讲，要收割一大批这种看客喜欢看你的东西，你要把整个过程，就你们在整个横店，我看完你们所有的视频当中，就没有一个视频是完整的去讲述这个电视剧是怎么拍的。真的要多，真的要多那个啊！我操，马老板手机多啊！马老板两个啊。一般做这个东西的不是要两个，好的，以后拍视频也不上镜，槟榔也不上镜，好吧，尽量好。用一个这个受不了啊！你一天要吃四五包槟榔吗？一天要吃四五包，那个你真的，我不是说那个，真的邀请你去趟横店，你这样真去。等你，但是一条，等你身体养好了，随时来，好吧？好了，我就去横店逛逛，一定去。反正你来，我随时在。OK， 今天这一趟，来。我觉得带你去玩，难得来找一下十三哥，这几天大家都匆匆忙忙的，有时间约好了，我们到那个横店去。可以可以，十三哥，可以带上他。好的，带上他，去那里去逛一下，带上我的团队，就带你们两三个人去就可以了。两个人不方便。那边的话，反正我觉得多过去的人好玩一些。如果说你一个人的话，还是要一个团队，你的。我要带他们也出去见一见。不要摸我的大腿喽，这个。没有。行，我回去先了啊，好好好，我们早点休息啊。拜拜。